故事源于生活，我们用心写就。我是李尔，正文学之意到人民中去。我是柳建伟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递人民之声。我是徐泽辰，11月20日晚邀你一起感受文学的魅力。11月20日晚7点半，湖南卫视、北京卫视、芒果 TV 联合直播中国文学盛典——鲁迅文学奖之夜。